今天要和大家介绍一部青春校园剧《我的盖世英雄》。这部剧是改编自小说《一网打尽》，由张乐韵、任佑伦、廖宇辰领衔主演，卢东旭、张哲华联袂主演。看阵容就知道，各位主演不仅十分青春，而且颜值也很高。讲述了从小一起长大的张生和李涛因网球而结缘，面对家人对选择网球之路的反对，两人相互扶持，彼此鼓励，在逐梦的道路上勇往直前。整部剧除了充满青春气息的校园风格，也加入了热血竞技元素，为该剧添加了不少看点。《我的盖世英雄》预计将于暑期档与大家见面。